冬瓜油往往拢是叫人客袂记哩，有换过甲无换过，迄大概真正差足侪啊。但是冬瓜油这是常常去用忽略的啦。阮这是南投县草屯镇，啊，阮元霸轮胎行吼，啊，阮姓詹呐，啊，阮是三兄弟啊咧做诶。我们公司一家企业，这就是咱的正通行业务来甲咱介绍的。啊，你目前安尼用多久啊？我们差不多用要两冬啊。安尼算多少加油？嘿，是。啊，你感觉用这加油机啊了后，对你有啥物帮助？第一是换的速度加足紧的啊。嘿，啊，嘛袂去甲啦，人客车来为传统的方式来做的话。较免惊讲去甲人客车的撞碰打趴的安尼，换的速度真正加速紧的，啊人嘛较轻松啊。啊！你之前换只冬瓜油机啊了后，人客看到伊的感觉是安怎？人客感觉就是，冬瓜油。往往拢是叫人客袂记哩，因为你通常打了有洞，人客袂去反映着讲档案问题，通常拢是档案歹去，佮会感觉讲档案有问题。但是档案有真是常常去忽略的啦，嘿啊！啊来，所以阮拢会有一台机啊，互人客看，啊，佮会用迄个检验笔，互人客知影讲你的档案有到底会使唔使安尼。诶，有换过甲无换过，迄大概真正差出侪啦。较软球，较靠靠拉拉，嘿啊，档啊半靠拉拉，嘿嘿嘿，档啊加较灵敏啊，嘿嘿嘿，效果一定是真好的啊，嘿啊。像阮用阮 BOD 无六等级的，也用炸车油，感觉安那。第就是打起来，就真正效果有出来安尼啦，嘿啊，自动哩伊真正加少力安尼，足有力的。因你打原底爱打较深较有，啊，但是换了打一个都无像讲爱打较深较安尼较有档啊安尼啦，嘿啊，甲一般人的档啊油比起来。伊技术真正足悬的啦，伊的迄个内高温湿式沸点遐拢表现拢加足悬的，嘿，拢真好安尼，一支真正加较来啦。若有想要体验咱的刹车油甲刹车油机，会使来咱草屯研发哦，欢迎大家来体验看卖。来，这个。